聊了。西卡上路前的落印缤纷。好，这个是刚整修完的西卡。我们继续看看。到了5.0K， 你才真正看得到东峰的山脚跟山头，就是东峰跟三六甲的交叉路上东峰的。路过了停机坪，就从这边下来也可以啊，你看。终于找到369了，戴口罩哦，看到我们的桃山哈。我现在是跟阿凯一起的，不能乱跑啊。好，等一下一人一根香肠哈、哦。我要几颗？吃多少加多少，没有厨余啊哈。尽量吃肉哦。到了7.8，进入了黑森林。现在至清晨3点钟，3点半。
要换，你能现在能换就赶快换。上面风很大。哎，什么鸟叫声？太阳没露脸，被云遮住了。近看才知道是冰柱，在这个石岩上欣赏非常特殊的景观。也是因为最后三百公尺，好累。登上雪山主峰，还剩下最后100公尺。终于走到了，啊，最后一个，最后十公尺。终于的走到了，我们现在几点？现在几点啊？哦，那还好。
这石壁也很特别。